大家好，我是小姚，给你们看看我后面这是什么。我要一份鸡排。蛋包怎么卖呀？4块钱一个，7块钱2个。我要2个。蛋包好大呀，多少钱一个呀？20块钱一个。我要中间这个。这还有卖炒面的，我好久没吃炒面了，我要一份炒面。没想到这么一个小的摊子里卖这么多东西。你们会喜欢吃哪个？我要个鸡蛋火腿的吧。炒鸡蛋火腿的。我找了一个店坐了下来，这是一个麻辣烫店，就点了一份麻辣烫，可能吃不完，到时候打包。炸鸡排，这么大一个，它是5块钱。这个肉好厚，表面刷的酱甜甜的。有没有看到我的麦克风？我又新买了一个，肉在疼。这个真的好好吃，甜甜的，我喜欢吃甜甜的酱，像刷了果酱一样。蛋堡，这家蛋堡有点贵，我上次买的那家蛋堡好像才3块钱还是2.5块来着。料好实在。贵有贵的道理，这个更好吃，它的这个皮是糯糯的那种。这是成鸡蛋，这个是肉，然后这个薄薄的是饼皮，表面刷的有酱。吃我的炒面，吃我的炒面！你们那边的炒面现在都什么价呀？我们这边都是12块钱、10块钱一份。我记得我在河南的时候好像才6块钱一份。它是这种粗面，为什么街头炒面都那么好吃？辣辣的，还带着微微的酸。比我的手臂都要长的一个饭包，8块钱。里面加的花生米简直是灵魂。被我咬的不那么好看。有点噎的话吃两口麻辣烫。看可能你们不知道，要不是怕你们看无聊，我可以一直吃麻辣烫，一直吃麻辣烫，每期视频都吃麻辣烫。炒面、麻辣烫，你们会选哪一个？
一份里面是配好的，有各种配菜，好想吃点甜的呀。它里面的鸡蛋怎么能炒得这么好吃？早知道让它多给我加一份蛋了。昨天蒜包酱吃真巴适，很浓厚的那种农家酱的味道。我吃饱了，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我买了两个麻薯，还有一个大面包，我刚才就炫起来了，就吃了一个麻薯，然后想我既然都吃了，还不如录视频呢，因为如果吃不到自己特别想吃的东西就会不开心。然后刚才吃的时候就没有放这里吃，就留了一点给甜品。这个好有嚼劲，这个光把我的头发照得好漂亮。它这个麻薯才1块钱一个，酸奶面包这个是6块钱一个，看看里面的馅吧。哇，它里面的酸奶还是热的，